好香啊，别看了，真吃饭。咱们都一个月没找着工作了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房东是没给你打电话催房租啊，再不找到工作，我们吃住都成问题。我算知道为什么你不给房东留电话了。这也不能怪我啊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找工作嘛。你先吃着，我去看看那边为什么那么多人。哎，哥们，这里面干啥呢？不是在拍戏噻，你看看这架势，定班是个大制作。哎，过来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外面有人在拍戏，你看。你觉得我俩当保安怎么样？稳定不累，而且工资还行。让我这样的人当保安，那不大材小用了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得，你要当保安你自己去，我可不去。那你有本事找靠谱的工作啊，一天天就知道游手好闲，口嗨。你信不信我一个小时之内就能给你找着工作？别吹牛了，就你啊。咱现在就找工作去，赌不赌吧？走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快！看见没有？不是一小时就找到工作吗？这什么？我觉得咱们差不多成了。放屁吧！一个破架子，管你吃管你住，想屁吃！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咱们可以借着还器材的名义去剧组看看，一般剧组都缺人。你跟着我就完事儿了哈。好。问着了。不是，你觉得靠着还设备的名义找工作靠谱吗？你不是你怎么知道？你要当保安你自己去，我可不去。多给他。哎，你干嘛的你？哎，导演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刚在那面馆吃面的时候，就捡着一个三脚架，这应该是你们的吧？还真是，都怪这群跟走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总是丢三落四的。哎，那个导演啊，就是。我俩现在想找个工作，不知道咱们剧组有没有适合我们俩的呀？我俩都不怕累的，真的，我俩特别能吃苦。现在我们这边不缺人手，谢谢你把器材送过来啊。就，导演，我俩大老远打车过来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要不这样，咱们这边啊，正好缺一些群众演员。等一会儿，我看他们啊找的人数不太够，一会儿正好你俩顶上，你看行吗？哎，行行行，要等一会儿，你俩先看看拍摄环境，好，熟悉一下。好好好，行。哎，好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Thank you.
麻烦你了。我只是借用一下印下急，马上就能还对吗？对对对，还那是黑钱，咱们有钱了马上还回来行吗？那就去吧，这行吗？我帮你看着。我还是好害怕。没事没事。听我说啊，我们从这里跑出去。好，待会儿我们从这里出发啊。我说三二一，跟着我一块儿跑。如果有人发现，我们就分开，懂了吗？三，二，一。怎么回事？这场戏不是还没到吗？这场戏怎么这么快？出来！场务和道具做好准备，灯光师注意，摄影师注意，群演就位。上次你说的那个保安的活，具体在哪儿啊？我觉得我们要不别当保安了吧。不是，那你啥意思啊？你到底想干啊？我觉得这样挺刺激的，我们再干票大的吧。